还记得她吗？昔日女神复出。你上次来这里说什么？我喜欢你，我好喜欢你。萧淑慎居家风水大剖析，这个是赵包房，跟着你房一起。那个是那个房间，假发我练没有？太丢，一打刚就想安内。我出来的时候又很胖嘛，开始自己就减肥，恢复得很快。哎，拜托，已经很久了，你看你跟那个菜市场老板上一样，比如一想到就要跟他散，有一个高高看起小豆，我讲哈，我无啊。不仅导致事业不顺，更让家人个性转变，容易暴怒。我爸爸他从那个大陆退休回来台湾之后，他才跟我住在一起。几个月之后，他人就开始有点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会突然间暴怒。那个擂台上面在挖垃圾，你不拿上去是怎样？你想害死我是不是？就是一包垃圾有这么严重吗？对对对，挣钱吗？今天来这里有这么藏私了，这个要哎，你藏什么私啊？不然请你来干嘛？对啊，把人情给他拿。想重新出发的萧淑慎，不仅复出之路备受打击，家人搬来同住后竟导致健康亮红灯，究竟风水团队有办法替他扭转运势吗？哇，今天超开心的，真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风水有东西做这么久，竟然今天可以来到他的家里。我心目中的永远女神，你知道吗？之前在红毯的时候，那个身边文员的胸部，那个胸型好美哦，好浪，男生女生看的都爱，都喜欢。对，大家应该马上会想到，就是萧淑慎。好开心，现在可以来到他家里试一下风水。对，以前呢，他演戏啊、主持啊都非常厉害。对，我就记得最印象是谁？就是他短头发、很清纯的美眉的样子。是，就那个形象一直烙印在我心。是，如果在我们这个年代呢，很像他的那个口水。我要。型的，就是清新脱俗，是，而且现在哎，老妹那么猛，所以应该敲门的，还是这个门怪怪的，你们才说讲两三秒，讲了快三分钟了，很热啊，大姐，请问你干嘛躲在那里面啊？这个气氛在营造出一种，好像说一种突然出现的喜悦，出现，老师就是突然会出现这个，我们这边下面的秘密啥被我们水公后，公个公鬼波。神出鬼没，对啊，但是现在的老师呢，真的是就是你知道，非常的用心，像我们节目上面，因为每次都是看我们家里面的风水，是。那现在我们风水有关系呢，现在开始要全新的改版，让大家可以看大环境风水。你是说居家外面的对环境，而且不是只有楼下而已，就是看整个大环境，每这一区，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的是这个大同区宝安宫这附近，那这附近有很多的居民啊，大家装着。很热闹啊，是对。那这里面它的这个格局，它的地理风水到底如何？厉害！老师麻烦你了。简单来说，我们今天看的那个萧淑慎的环境在这个地方。是。那我们说居家风水有形就有灵，这种形就包括由上往下眺望整个的山形水形。那山为高为山，地为水，这个代表我们就是水形水财。由这个形成一个双龙并进，有一个拥抱的作用。那么拥抱的情况下，这里是不是有保持一个进不出？所以这个区域来说，基本上是赚大钱。哇！所以你会看到什么松山区啦，很多的中正区有没有？就从顶到现在，就注定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所以只要是两条这个水拥抱的话，这一区里面的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北为山，南为水，这边是水。就是我们说冬暖夏凉，整个环境夏天吹过来是暖的，冬天的寒风吹不过来，所以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阻隔跟屏障。其实再看，仔细看一下，这像不像一头马万马奔腾，对不对？就是马头，它怎么看也很像狗，马的狗马都可以。对，有，就那它可能是个心脏地带，所以形成这个区有没有哈？一直这样旺。钱会进来，人会出去啊。如果我们这样转，正也是可以像一个，跟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呢。但是我们居家反过来你不会讲，不是不讲，我不要讲，违反
长人，北上南下，对，北上南下地理。所以在整个区域来说，到现在一直哦，它的房价跟它的被肯定屹立不摇，有这个风水概念。哦，那记得哈，山多岛多雪多掉都忘不了钱财。那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有没有哈？人呢要有水。居家环境才会有财哦，所以它刚好被水包围，所以就钱赚。对对，居家环境 OK OK， 所以有时候住这边是最旺的。当然，你这个区来说不会贬值，嗯，它的房价不会贬值，居高不下。我好哟。今天的委托人萧曙胜走过一连串风波后，重新再出发，但复出之路却频频碰壁。昔日女神为了再创事业巅峰，特地请来风水团队帮她看看哪些居家风水要特别注意的呢？嗨，萧夫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应该先进去吧，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外面太热了。对，太久没看到你了。哎呀，你这么的漂亮，好正哦！骂你够，骂你够，大概弄够就睡耶。真的，外面快40度哎。对，但是我们心对女生的热度超过100。哎呦，重点是风水讲究门主造，对，向宅如向人，门为口，窗为眼，嗯。所以这个门的好坏跟坐向跟它的摆设都影响一个人的财运，是，所以这个门是你家的客厅大门，对，却有这么多的包袱。哎呦包袱包袱包袱，哇，这些物件门不开财不来，就是哦，这方便门不开财不来路不顺，这个都是包袱。这样出门就提着就可以，不是你知道，因为假设它是钱包，知道吗？对，假设它是钱包，也是钱包外露，那怎么办啦？钱包外露会怎样？就是说一直破财，你的钱包被拿光光的意思。拿光光。那前门后有伞呢？设计很贵。这要敲门要赔的。对，挂。所以是要挂财，所以就会露白，对不对？门不能有污损、断裂，或者是脱漆，包括开门不顺、后有挡固，都代表财不顺，口不开钱不来。门为口的意思，所以刚刚帮你处理这个，虽然动作很混乱，画面很混乱，都是为了女生好，所以已经处理好了，对，把你炸死，先给你处理好，干嘛卖挂？干嘛卖？这不是要挂，有时候出去太阳太大的时候，可是不能挂这里啊，要打开，对，但是不可以挂这里，不可以，对，门不能有看到伞，然后就会分开的，好，一个没干嘛要愁了，就是出门还一个人过日子，有点可怜，有点悲伤，对。好惨，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些情绪，对他很多情绪。但我很好奇，你跟爸爸住这里，对，然后还有我老公啊，对，我们这样住很久。对，因为我爸以前我是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后来是因为我爸爸就是他工作，他本来在大陆工作嘛，然后他的工作他退休了之后，他回来台湾，然后就来跟我住在一起，这样子，就照顾他，对，孝顺的你，对。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在住在这里的一些情况怎么样？就顺不顺？我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不太懂这个顺不顺，因为我其实以前也没有很讲究说风水啊还是怎样，其实我有点 TK 不太信道，真的认真真的，然后是我是讲出我的真心话，真的。所以我以前如果说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不顺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归咎在说哦，可能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做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去想到说是因为家里面的一些摆设啊格局啊什么，然后去影响到我们的运气什么的，其实没有去想到。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是越来越有在看您的节目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有一些影响，是，对，你还是不信，是被我们节目洗脑的，那不是很好吗？是洗脑，因为以前没有那个概念，对吧？也没有一个管道可以去知道，可以获得这样的知识，那最基本的风水概念呢？人生历练到某个阶段才知道，他会跟他发生的事情，跟他居家的环境来做一个密合的一个再一次的。去做一个回顾，为什么这样是回顾？因为太阳太大，因为他一直想不起来，我这里面又有温度。55岁有点事情，我不好意思。那重点是我们现在拯救他的先生跟他的爸爸，虽然很好，那他更好。先生跟爸爸怎么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看出去有没有？正对我们客厅的大门走出去，看出去有没有？
左青龙，对，白虎，对，左青龙，龙边，龙边，龙边撞壁，哦，撞壁，撞壁，看这里，这是你老公跟你快撞身的，撞一下，两下，对，手不要扶，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进门的右手边，出门的左手边一定要开阔，开阔，哦，对吧？飞龙在天，嗯，这条龙才能够开阔，龙开阔，龙明亮，龙动。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买一个21公分倍数的镜子，21公分，21或42，或63，的倍数的镜子挂在这里，而这面镜子的正前方不要有门。不要有椅子，不要有厕所，都是加分到镜子。哦、OK， 对，所以这一面墙的范围都可以。对对对，好，在这里，好，那就可以化解让这个门撞壁的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说一直处在一个环境受限，他们有了空间之后，没有就会飞龙在天，会产生一个无法停止一个飞龙在天的飞龙在天的幻化，幻化由虫变龙。哦，好好好，好好。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一个墙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先生跟那个爸爸有，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我老公可能比较准，比较明显一点吧，就是事业上来讲的话，他就比较会一直踢到铁板。那就是因为我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他很年轻，所以他会有这样子踢铁板的一个状况。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请问一下，你先生现在做哪一个行业？我先生他就是做媒体行销，所以他在做这个媒体行销上面不是很顺利吗？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那种阿力不打的人啊，然后就是到底谁是真谁是假，然后就是其实也很难分辨，对一个就是刚踏进这个圈子的，对他的判断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准则上面可能不太准确这样子，但是就是他凭着他一个年轻人的热血然后跟憧憬，他觉得说我很努力的去做，我相信就是一定会有遇到贵人来帮助，但是其实在这个路上他一直都没有遇到贵人，在去年的时候，所以他是有点世人不清吗？你要说世人不清还是要说运气不好，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以前会把他认为是世人不清，但是我现在如果说哎，张老师要帮我们看看我们家的那个风水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是运气的问题。老师一出手钱财自然有，好不好？我们继续往里面深入的了解，把他所有的赚钱贵人的阻碍，并消除。好，好啊，好啊，谢谢。你这才造成这一次的阻碍。大门门把上挂满杂物，容易导致破财，建议净空。而大门龙边撞壁，导致家中男性发展受阻，可以在墙面上贴镜做化解。女神的家哎，对啊，那像加上还有很温馨，我觉得蛮好的哈。我就是找了一个设计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弄吧，整件就随便你弄吧。然后那时候我买这个房子装潢的时候，我人又在大陆拍戏，所以我全部都没有去参与他装潢的过程，很酷。好酷，帅。对啊，就是他们说你就夸张哎，你为什么连看都没有看？我说我又看不懂，我要看什么？我说不如他全部做出来之后，我再回来看。但问题是，我觉得他格局啦，格局格的可能就是不是我很挺满意的，因为我这边其实蛮大的，我总坪数大概40几坪，但是我觉得他把我隔的变好小，变成房间比较大的，可能是这样子。对，因为其实这个沙发这个位置是对的啊，它可以安安稳稳坐吧。对对，张老师，佳妹，基本上这客厅还算方正，整个它楼层比较高，往外看的话是一望无际的，我觉得还算是不错，那格局方面的话还是有需要小小调整一下，毕竟人家是设计师嘛，你知道这是有他的想法，跟他自己的创意，所以不敢讲设计师的坏话。已经被设计师工会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黑名单了，我完全不会，别的风水老师。对啊，我觉得回家就是要舒服，是放松。那我觉得就是不免大家都是有一些担心的，有一些关心，就会觉得说，哎，那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什么时候要复出拍戏啊？因为很多你的影迷啊，我们都是，我还跟你一起拍过八连岛的，不记不记？好吗？哪一个？哪一出啊？对，哪一出是《牵手向明天》？对，我现在想说是《牵手向明天》。对，好，哎，反正很久了耶，久啊，哦，超级久了。如果你拍牵手观音就好了。其实之前那个过程当中，给你自己留下内心的一个
伤痕跟伤痛这些？其实我觉得还好，不是我不会觉得什么伤痛，我就觉得有点无言呐、啊。好、哦，对啊，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我，我那时候刚出所的时候，然后我就很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我那时候巨肥，大概是那时候大概几公斤？七十几块，八十吧。很胖很胖，在里面吃这么好哦？没有，就是吃的不好。应该是说没运动吧？不是，就是吃的不好。不是都有运动吗？没有没有，吃的不好，所以呢，我就是吃很多很多的泡面跟面包，就是他们的伙食是很不好的，所以你就觉得你刚刚快归趟刚刚喷嘞，你怎么可能去吃那个东西？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一下，大概在里面多久时间？15个月，15个月，对，所以我等于是15个月都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完了之后就每天坐在那吃泡面，还有吃面包，而且都是吃那种。巨肥的那种东西，很闷啊，对对对对对，就会想办法去就吃啊，发泄，至少得到一些安慰。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哦，对对对，然后很好，恢复的很快。哎，拜托，已经很久了，亲爱的，你看你跟那个菜市场老板娘一样，真的。还有，怎么这样被叫少年家帅？不好意思，他是我们电影的制作人。所以把刚那句话收回。不是，真的，因为我讲的，因为我说的是真正的一个欧巴桑卖菜，这是在市场卖菜的一个欧巴桑，我就早上去买菜，在我们家附近。对，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已经3-4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呦，要学我笑的声，我讲嘿，阿妈阿妈，伊讲你想到就要变下散，我讲哈，我变下散，伊讲你够高可以去小豆，我讲哈，我无啊，然后他就说，阿婆你想到变下散，我说阿妈，我说我已经出来3年了，他说。我说我减肥也该让我减下来了吧，然后他就说啊，跟我他顾，大家对你有那个印象可能是蛮久，尤其你这中间因为都没有出来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那么会演戏，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说好会演，然后你一定有很多人找你拍戏。有啊，我刚我出来的时候因为很胖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出来就接到很多制作人的电话，他们就跟我讲说，徐总，我跟你们大家都在等你，是，他说你赶快减肥，因为大家都瘦变好胖，你赶快减肥，你减完肥之后一定要找你拍戏，然后我就说哦好。那其实因为我回来第一天，我看到我自己那么肥，我都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就减肥。然后呢，后来我真的是有接到几个本子，然后完了之后有，我甚至还有一次是都已经跟导演都见完面，就聊天都聊得非常的愉快。然后后来他就说好，没问题了，我们就看怎么样早一天出来签约。但是就是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吧，其实我大概过了3天吧，我就开始自己就大概知道，就是3天没有接到制作人的电话。哎呦，对。然后就是离开聊完之后，我大概3年没有接到制作人电话，然后我就在想说啊，应该是有什么变数，一定会有那种就是有一些意外状况出现就对了。但是其实跟我本来的估计是差不多的，对对对。那后来到第一个礼拜，大概第7天的时候，然后那制作人就打给我，他说：“徐总，我真的对你很抱歉。”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抱歉。”我说你愿意找我，其实我很感恩。那为什么会出现状况？是因为就是你也知道嘛，我那个事情，其实说真的，就是很多投资方他们会有点害怕。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搞这么大的事，那我到时候片拍完了，我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或者是说我在卖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阻碍啊、困扰啊什么？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啦，就感觉那个标签就被贴在那里。因为那什么金主啊，通常都不是这个行业的，然后他们就会听到一些比较多的，其实比较会怕影响的杂音。但如果是在圈子里面的，其实都不担心，因为他也是另外一种宣传啊，一种广告啊。大家也都会期待新他回来，尤其喜欢你，喜欢你才对，会支持你的。是啊，那我想呢，因为老师很厉害，除了看风水之外，今天也帮淑胜看一下，就是那个每一个人面相啊，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转变，对对，对不对？那我们对就帮淑胜看一下，因为他现在的状态跟以前状态不太一样，哪里不就是相由心生嘛，我们光说不练也没办法，所以拿出他你珍藏的，你珍藏的，哎，不能带走啊。还给我，可以吗？到底什么了？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哦，那时期真的是一个天后戏，是不是？女神好正哦，是哦，不止嘞，她之前拍那个 MV， 你知道吗？这时候清纯，清纯到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然后很有灵气，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吧，最近有一支 MV 有没有？跟他合拍的那男主角也帅到爆，网络爆传的，知道吗？
对，现在流量应该冲破100万了。哇，百万起。不止。对，千万了吗？快快快快！是谁啊？很帅。对呀，谁啊？不说，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闪烁。你上次来这里说什么？我喜欢你，我好喜欢你。喜欢谁？萧淑慎。谁喜欢萧淑慎？张维忠。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张在这里。我忘记了。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好牛哟！看面相，突然回到现实生活。你是在什么上啊？在梦幻中，你不要你老人清梦，你知道吗？整个春梦还没有醒，什么春梦啊？白天在做什么白日梦啊？你呀，真的女神嘛，就是梦幻嘛，面相面相，你看看哈，重点，你看就是其他的天庭是饱满的哦。你有在看天庭吗？代表，啊，不然你看什么？看别的地方。等一下，我觉得，等一下好不好？而且眉长过眼，左右逢源，颧骨微微的微凸，代表责任心很重，唇两脚上扬，笑脸迎人，笑脸可人。好，然后不用比了，不用比了，就手不要比，不要挡住，封闭。耳长过目有没有？是代表长寿永康。哦，整个面相是饱满，真的好美，非常非常美。现在也是一样美，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完全是一样美，好不好哈？只是说他的心性跟他的眼神，跟他那个态度是回到以前的感觉了，是吗？你们看这个两他。两颊还是很丰厚哦，唇形还是这么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有啦，变就是可。我说没有就没有。好了，好，对不起，不要加强我的女神。好，对不起，错了。现在觉得精神变年轻了。哦，所以这个面相整个来看有没有？哇，那整个是跟现在比是其实差别不大哈。啊，就他唇，他的牙齿没有，齿相不外露，有贵气。以现在的年纪，他走鼻运吗？他目前年龄不好。好讲，但确实是走鼻运。这个我不能讲，你不是刚讲吗？有没关系，但是我只有我自己不知道，说是几岁到几岁走鼻运，因为40到50是走鼻运。哦，那我知道，我鼻子其实伸得很好，我觉得。而且目前来说。哇，我可以说吗？可以啊，是几乎是没有经过处理，是啊，是天然，天然的，就我是后天在处理的。你厚到极致，后天，你厚到日本的冰媳妇过来反弹了。怎么昨天冰媳妇打电话给我讲，想日本讲，走，我看戏打都听懂嘞，然后就三个嗯啊，第三组，那个女的好奇怪，哪里买冰媳妇还红过？不好意思，我前几天就是变成广末凉子，难怪广末凉子，难怪广末凉子。重回演艺圈呢，重拾江山呢，是大有机会的，是太好，会越来越好的。尤其这个客厅堪称明亮，是二后有靠，对，三门是从左边来的，左动，右进，是好的哦。其实更厉害的，这个设计师把他的梁做了一个隔板，那么形成一个内缩，间接照明，梁不压头又有光，头顶上一片光，加分到极致。这个阳台我看了有点奶妞，阳台啊，奶妞暖台，奶妞什么呢？奶妞，阳台代表男主人外出的舞台，是基本上是百花齐放，百花齐放，花卉啦，草木皆茂盛，对，或是。制造些流水，他既然是放了一些衣物，你说是晒衣服，晒一些衣物有没有？回影飘飘，有头没头没手的在外面飘来飘去，经常有爱沾，有爱观沾，
蔡宁也是快一点，今天好有爱观瞻哦。对，放内衣裤的内衣放在阳台，最好放后阳台、前阳台。对对，我们要阳晒明热，把好的呈现，不好的把它稍微修饰一下，才能完成一个叫做遮挡化斗壁的一个风水奇妙的招式。因为前阳台是事业嘛，而且是主要是男主人的这个事业，他现在又在冲刺，就是对。那既然你要晒的话，你要把这个稍微遮一下，让光源进来，但是不好的内衣裤不要去呈现，好不好？这很重要，好不好？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搬来这边的时候，我当时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然后他们好像是说。那个我这边这样子对过去，那边刚好是对到那个庙，庙，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对到那个会不会对我不好？哦，哎，冲掉意思？对对对对，我其实不太懂。我跟大家做一个非常言简意赅的解释，是当你在那个门退后三步往前看的时候，那么这就形成一幅画。如果这个庙在你正前方，你看到的话，正前方全景的话，要代表每个人去拜拜的人都拜你家，那么他有苦。他有愿望，他什么都要让你去还他，你还不完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正对庙口是一个必须要还不完的债的一种状况风水。那你这个基本上前面有几个房子挡掉了，又有树挡掉了。高，我们说哈，近煞一低，远煞一高。那你假设它是一个煞，你已经远离它又比它高，对，又有东西挡掉的话，遮挡化斗壁，其实问题没那么大。OK， 这个距离还算。如果您真的害怕的话，就用山海阵啊照回去就可以。哦，好，挂在这个这个窗子下面。是不是就是放那种八卦的那种？对，就山海阵。没关系，我改天再，我打私底下打电话给对山大师。对啊，有私下聊嘞。私聊，我们可以拍第二集、第三集的，很确定。我们要人家从这边自己跟你拍啊，制作人愿不愿意？啊，是制作人，做这是我们金主啊。那他后面自己想来拍，他拍背影，没有，我给老婆一次住。我跟你讲，苏盛他想拍，但是男主角要换。不要这样嫌我，我没有，我们找金主。好，可以，可以。沙发上有梁，使用隔板加灯化解梁煞。开窗见庙形成煞气的问题，可以在窗外挂上山海阵改善。而前阳台挂满衣物，导致男主人事业受阻，建议将衣物净空，并加上门帘。男生的事业搞定了，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帮他看一下。赵咖，对。这边哦，神奇大夫，来来来，扶着没有扶着女神。哎呦，不好意思哦，有一个，这是。那个是我爸爸的房间，是，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边是爸爸的房间，然后反正是两家爸爸两表，还丢一家刚丢小安内，因为他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啊，就是高血压，然后糖尿病啊，就有三高的问题，然后他之前就是也生了一个大病，就是他的那个肾脏右边的这个肾脏就是有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肿瘤，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把它割掉了，然后现在就是还在控制当。对对对对对，也是，对对对，他蛮就是，对啊，我也蛮心疼的，对啊，但是就是他很厉害，就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头好重重，对对对对对，我看到客厅有些宝宝打出来的照片，但那是几年前他还没生病的时候，所以现在有在打高尔夫，他现在还是会有，还是会打，高尔夫球是最好运动，他可以打一辈子，对啊，然后那个看到那么漂亮的那个好山林风景，对，心情也会更好，对对对，对，哇，这宝宝的健康有受到什么影响？风水上的影响？基本上这间就是爸爸的房间，是，对不对？这间就是我们进来就是厨房，对啊，那就是爸爸就是出门见灶，脾气一板灶，脾气一板灶，对，然后而且这个是灶包房，对啊，已经把房间几乎是包在一起了，跟厨房一起，所以爸爸的脾气不好的情况下，身心灵有时候起伏大的话，当然会影响自己的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重要，为了健康跟爸爸吵架，我不会跟我爸吵架，因为我很爱他。然后呢，就是他之前因为以前我爸爸是没有跟我住在一起的，以前这个房间也没有住人，对对对。然后那个是因为我爸爸他从那个大陆退休回来台湾之后，他才跟我住在一起。然后他刚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回来一阵子以后吧，大概就是回来几个月之后，他人就开始有点变。但是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更年期。因为他不是说要我不会跟他吵架，那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会突然间暴怒。
他会突然间就是你一声很大一声这样吼哦，还是怎么样？一句话他就会对，就是对，你会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回事啊？就是这里有这么严重吗？因为像我之前就是那个地方有没有？上面那边不是会有个钩子，琉璃台上面嘛，就是会放一个小袋子，就是可能我们会放一些就是那个琉璃台里面的一些就垃圾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会挂在上面嘛，然后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把它包一包一起丢出去。对，结果我那一天就忘记了，我忘记把它带出门。然后我在外面哦，然后我爸就传赖给我，他就传赖给我讲说，你那包那个琉璃台上面那包垃圾你不拿上去是怎样？想害死我是不是？你知道就是他，因为我对我爸的那种尊敬啊，跟那还有那种就是我真的很爱他的那种情绪，就是他传虽然只是文字，可是我看我真的心脏觉得刚被撞了一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他怎么他又怎么了？就不过就是一包垃圾有这么严重吗？对对对对。但是风水节目里头讲，出门见色。垃圾的意思，见色，就像类似出门见厕，哦，人如同病痛难测，哦，所以真的是他的正前方，你放这些垃圾，你干脆放垃圾桶放这边更好。哦，我的意思说，爸爸会更生气啊，真的吗？垃圾心情就会不好嘛，不好怎么？你说你前面放盆花，对，万年轻，爸爸永远年轻，那当然就不会生气了。但他不懂，他看就不舒服，就不会表达，就直接开骂了。那你很冤枉啊！对啊，你回房间就好了。哎，不孝，孽女。对，因为后来他又生病之后，就是他回来住了大概一年多左右吧，然后就突然间就糖尿病。对，然后就真的就是我刚刚听老师这样讲，好像就是住在什么照包房，对，当然啦，是真的会有问题。不是我说的，是中国风水的传承，汉字传承。简单来说哈，今天来这里哦，不藏私了，不藏私了，好不好？不藏私好不好？哎，你藏什么私啊？快点，请你来干嘛？对呀，赚了人情给他们。我还有第三题、第四题要拍，你知道吗？会私聊啦，好了，私聊这个。这地方有没有哈？不好意思，可能碰到你了，不好意思啊。这里可能是一个强化玻璃，好不好哈？强化玻璃，这里有个门，这里形成一个真正的门。这个门就是我们说的厨房的门，门前为走道，门后为厨房，借由门来区隔两个单位。爸爸看到的是一片玻璃，而不是对到这个门。就没有出门见灶，脾气一烦躁的感觉。那么把这个隔完之后，女主人才会聚财，方方正正。对，这里形成一个餐厅也好，对大家都相安无事，了解加分到极致。对，就是爸爸一出这个房门的时候，看到这些垃圾或垃圾或者厨房，他会心情是是，而且这真的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照包房嘛，对，很严重，在厨房里面，对，厨房归厨房，房间对，因为厨房就是有火的地方，所以真的厨房住在一起就有火，对啊，所以这两个门真的装错地方了，然后再跟设计师讲，就把它拆，这两个门拆过来放这两个比较好一点。当时啦，其实我们关心他的健康。好，这是不是照？好，对不起，又有杂物。我生气，我都知道。真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又有杂物。这是设计哦。对不起。哎，杰哥，你不要。你怎么今天看到垃圾袋？不是，我是个这么偏偏尊贵，对，偏偏因为美少男。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垃圾看到垃圾就会很生气。出门见色吗？出门见色。你们两个学不少哈。来，对，我们碰到过生气的。对呀，我们觉得还好，很可爱。这个水是往家里流，还算 OK 的。OK， 这个炉灶前无窗是好的。对，灶前有窗的话，邻居看到你吃好用好的话，会来借钱，会来借钱，就炫富的意思。是，他并，但这个灶后有门，哎呦，灶后有门，有门有没有？不但女主人容易犯小人，而且身体疾病有没有？会有恶化的现象。哎呦。你身体还 OK 吧？我身体是还好啦，你的气色真的是蛮好的，是还好，就是可能以前拍戏的时候会有累积一些，就是那种病痛，也不是说多严重的病痛，但是就是什么，因为我以前拍戏的时候，我就常受伤，就是我那个尾椎啊，然后还有就是脊椎啊，可能就都撞到，然后有一次拍照的时候是直接这样子坐着，然后从这么高这样坐这样登楼，对对对，那因为他们不是讲说什么伤心痛苦100天吗？可是问题是你在拍戏的时候，你
你又不可能说真的我就给你请假怎么样，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这样这边的问题，是就然后就那个你早点告诉我，我必须学整骨。哎呦，帮你讲，我现在真的不行。OK， 我自己颈椎都有小骨刺了。对啊，真的，所以我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然后还有长出一些就是骨刺。淑胜，我们都很心疼。哦，你为什么讲淑胜，感觉是一个老伯伯在？对，我就老伯伯啊。在跟那个类似女儿讲话。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没办法，以前年轻的时候拍戏都那个，对啊，真的是累积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可以让他的状况比较好。这个基本上我们在门前做一个门帘，透光的，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布墙。那么这些不会所谓的洒会冲到，其实有个阻隔的作用。OK OK。那像爸爸那间如果不想改的话，就可能那间就可能改成储藏室。OK。那么把整个换另外一间做卧室也是加分的。因为你有三间房子。对。所以对对对对对。爸爸可以不用住这间。对啊。可以啊，可以啊。哦，换过来就好了。那如果要长久之计的话，还是就是把它隔起来。预算有 A 或预算有 B 的情况下。对。开门见灶容易脾气烦躁，加上灶包房的问题，导致健康拉警报。灶包房应该避免住人或用强化玻璃阻隔厨房。灶后有门的问题造成女主人犯小人，身体疾病恶化，建议将后阳台门加装不透光门帘来化解。你们结婚也没有多久嘛，对不对？对，两年多了。对，哇，新婚。然后好像之前看到报道说你有很想要。对啊，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想生啊，但是就是生不出来，没办法。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就是有没有努力做。有哎，很努力哎，但是就是生不出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嘛。然后有一些朋友给一些建议，比如说看中医调养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总之中医也看过，然后西医也去做过检查，就我也检查，我老公也检查，通通都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正常，但是就是生不出来。对啊，那当然就是。他们说去做啦，就是做小孩什么的，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但是我老公不喜欢，他不要，他觉得那不自然，他觉得就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们就顺其自然，也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压力那么大。对啊，我觉得我老公还蛮 OK 的。对对对，然后有给老婆压力。重点，而且我公公婆婆他们也都很好，哇，对，都没有给太多的压力，反正觉得说啊，我身体养好会比较好。对对对对，你身体健康，然后跟你的先生也等于把你公公婆婆的儿子也能够照顾好，这是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对，小孩倒无所谓，小孩的事情要有一个缘分。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是缘分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你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你强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觉得现在我就是跟我老公，就是如果有的话当然很开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过两个人的生活。对，可以养几只猫啊，其实反而压力不会那么大。像你们应该都是，我正看人家养小孩，我现在有点害怕。真的，我常会，我都觉得说。就你很小的时候，然后要把两个短的，我就因为我也很怕比较辛苦，对我都很怕说会不会去改变到我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有点犹豫。第一胎你就看书养了，第二胎当做猫在养，然后看他们三只绑一起就好。对，缘分，对啊，就叫缘分。但是从风水哪个地方，你可以比较看到有没有这个孩子的。我就不谦虚的讲话，因为当你在一起，他们的房事跟床事很重要。那么房事跟床事摆在餐厅跟客厅，一定是要卧室。不一定吗？对啊，这样是不是应该都是在餐厅客厅吗？我就没有大了，我想尖叫。老大跟老李大。隆重了，韦老师，哎，你不要说我来喽，好那种浮夸派的，对啊，电影看多，电影看多 ，OK， 我过来做，好，好，来，我来，跟我来，啊，进来房间哦，好了，哇，难得来到女神的房间，哇，来，请进。哎，我想冒昧一下请教，您先生身高多少？我先生这样会不会很失礼？你先生上床需要要爬梯吗？他是猫咪的啦哟。我以为你上床他就开始抬个头。没有，要小心。矮吗？没有吗？白雪公主喜欢骑矮的。
没有啦，没有。猫咪可以跟猫咪一起睡哦。他们 OK 啊，他们会跟我，对啊，会跟我一起睡啊。好幸福哦，可以跟女神睡。对，猫嘛，猫咪上基本上这个房间基本上是跟马蹄型的，我认为是蛮聚财的。好，蛮聚财的，基本上来说比一般的卧室好很多。哦，那可惜如果百般挑剔的话，就是说床头尽量不要直接接近这个门，有背门的危机，对吧？失眠啊，睡不好啦，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跟我们睡还是充电嘛，那么这个也可能影响到睡眠不足，怀孕的生子都是大影响。那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建议床头放这里，反过来，床尾放这里。那如果我这样睡的话，龙开阔，虎聚财，上无门，前无窗，睡了四比八五，床效会更好。那个生小孩那个几率会提高。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厕所。厕所好，好，这个不是厕门哦，好不好？这个不是厕门，厕所里面。它这个是有一个像更衣室。对，衣帽间。对对对。房间很大，好大。对，你的主卧其实还蛮大。对。基本上我认为问题不大，缺点不多，好不好？是。就是开门见镜。哦，边有一个镜。有时候夜尿了，或晚上。尿尿了哈，有时候你说神志不清的时候，看到镜子，人会被人吓到，这时候魂魄会冲散，反而影响更大。所以这个镜子有可能，有人会加一个活动的那种的布帘，所以是加在镜子上面吗？不是，前面就像一个窗帘的窗帘的概念，对，或是把门前面弄个布帘，你打开之前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门，里面有个镜子，那么就不会被吓到。OK， 好，懂了懂了。今天最后呢，既然就请到甄大师来到现场了，一定要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像什么总统大选啊，还有林志玲这婚姻的预测，全部都是甄老师完全超准的耶！哇，你怎么这么神准呢？我以前对你不敬的地方，其实一直说不想聊这件事情，我说不行啊，你一定帮我测一下。低调，因为测字本身来说啊，是我一个小小的专长，那也还蛮算精准的。是，我想请问你想问什么事情的？我想问什么事情啊？先告诉我什么事情？我想要问你说事业可以吗？对不对？事业、爱情跟求职啊，什么健康只能做一件事情都可以。健康好了，健康好了。今年还是明年还是一辈子？一辈子。那他属龙，一辈子的健康，对，是不是？是。那你给我写个汉字，一个字，大汉字。属龙哦，我一辈子的健康哦，这个毒很大。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任何属龙的人都有准吗？还是有准有准有准？属龙的人，但是属龙不会选那个字。好了，哦，来，妙，妙妙妙，好，他本身生肖属龙，一辈子的健康是。女为人，所以有贵人，是女生的贵人。对，如果找医生或者找咨询的话，找女生会更好。那这个女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匕首的匕，我们看到，一个匕首的匕，暗藏一把刀，所以血光刀伤啊，或剖腹生产啊，都大有可能。第三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少？是少带一个小，小代表龙要大，不能小。对，所以身体当然会比较容易每况愈下，身体会比较会虚弱一点。那我们说龙要多聚众，它这个比较少，代表说少运缺两种解释，运动不够，或要注意到危险的事，不要太去冒险，那么才能够减少问题。而这个妙，知道跟奇。是一个奇妙奇妙的意思，代表他的身体其实虚惊一场，也不要担心。那庙带个残穴啦，庙什么代表他的宗教信仰要笃定，他的灵魂病比身体病更严重，所以就是要信观世音菩萨啊，或释迦牟尼佛，会让他的灵魂更安定。OK， 这通常不是肉身病啊，庙就是很奇妙一种微妙的感觉，所以这是重点。好不好？小刀也有了，又有女性的贵人，进观音花。好，有时候不要太剧烈的运动是好的。而且你是一个妙龄女子，谢谢彩华，真的哈。对对对哈，真的早一天去找那个詹老师，就是再详细的，对，有缘分有缘分，谢谢。我觉得今天很妙，对，也是缘分，让我们又重新。对呀，真的很久很久没见了，好开心哦！对对对对对，今天来你家还是很好。
常替你很开心，谢谢，非常非常，而且真的希望今天这个风水上这个一定要全力以赴，对一些化解的地方是够好，从此以后这个事业跟家庭健康会越来越好，对，而且两位观音都已经现身了，你就赶紧要。好，没有，我跟你讲，你是观音，我们是金童玉女，不要这样说。你是，我是神兽，你是神兽，好去有钱喽，去喽，谢谢，谢谢，谢谢，加油，谢谢大家，好作品，好的。